你咁樣都冇興趣嘅。我嗰陣時間嚟啦，勁多。我做啊，我蠢啊。我做為我謀私告私有學校，但未住耶穌大恩賜，化被四方。自己系列， yeah！ 我哋上次玩完 MK 上之后咧，见到有人会提议我哋玩成绩表，咁啊就收集咗大家嘅成绩表。好嘅就系咧，我哋咧仲未攞过呢啲成绩表出嚟，我仲要攞你啲验身报告出嚟睇啊！咪睇下啲指数，依家要听唐指数啊！好，第一个系徐先达同学，哇！点好意思？我哋要起立先，向后哥先，系嘛？三二一。为我报私告私有学校，时代情烈分年长，四个兵种各遂情略，师生友爱永路长，校园一路学会重视，每个潮气乐洋洋，后生教作栋梁。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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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，我之後都 keep 住做班長。Form 6A，Form 6之後我就開咗竅啦。因為我開咗竅就知道，原來人生唔係只得讀書㗎。分數有鬼用咧。之前我就要追求讀書咁住，係咁要爭第一名、第一名咁樣，其實冇意義㗎。只要合格，考到大學三間大學爭住收我，咪冇所謂啦。我仲要第一次，我人生。中學小學第一次有星星就係數學。哎呀！我想問做事負責能承擔，你做錯啲乜嘢咧？徐先達做財政嘅時候唔見咗千六蚊，就話能承擔千六蚊，我俾我俾。我嗰時我話我俾翻，但成班同學話：，誒唔使攞去夾翻俾你講嘅。嗰陣時係點咧？喊住咁，即千六蚊我唔係冇。能承擔。佢先帶由初一嘅可造之才，最尾就變咗普通嘅能承擔嘅人。我即係睇下你點樣嚟。我係直係後友後友。哇！你第三名次嘅喎。台見嗰時 OK 啦。原來勁多遲到啦。係咯。咁多啦嘛，六次啫嘛。之後記咗兩個拳。我嗰陣時間嚟啦。正常係唔會寫落去嘅，但係嗰陣時我逃學。話説咧，夏令班我哋就朝頭早翻學啦。咁其實夏令班大家都知道嘅，就係 hea 㗎啦。有個同學就話：，喂，不如我哋過對面飲咖啡啦，即係去食下早餐咁樣。我跟埋落去，咁就俾人斷正。嗰間咖啡室係單邊嘅，單邊之餘仲要係睇到曬裏邊啲嘢嘅。係經過啊！你打開課室個窗就望到做咩？入校服嘅時候就係因為嗰陣時有個訓導主任啦，叫做大秦代嘅。之後咧，我哋食緊面，喂，大秦代，點解都縮唔住？咁啊，佢又來掃場啦。好，而家接住落嚟，我哋歡迎阿楊曉容。問咗我初一到高三嘅，然後我係六張相。上先，上先，上先，上先。越南曉容，紅嗰條正常，流動啦。點解？有得。這個是星星，我跟你合六五十三四十八。我昨天看完之後是一個很勵志的故事，你看下去就知道了。我Form 1是考28、26。哇，這個好笑，好像是不行。跟你說，昨天看完之後，初二是我最 disaster 的一災難到理化生物全部都不合格的。嗱，跟住去到初三咧，就開始變翻個壞寶寶。初三九分係咩？哇！你生物你咁樣先做？你99分。哇！你大奶我終於有音啦！細個啲音就係咁啦，唔知點解啊，控制唔到。開始，我啲數學全部都好高分嘅，點解咧？因為我係背數嘅，背曬啲題式嘅咯，以前係，跟住我所有係完全唔理解，唔識計㗎。點解背咗唔識計，但係你背到？點解背到？咪就係背數咯，因為數字一樣㗎。係啊，呢個叫唔係數學，呢個叫數字中文喎，係背數。我已經由啱嘅28已經去到第七名啦。哇！越嚟越叻女，温軟。喂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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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遠沉曬，學業難勤。唔係佢早上一年係咩活潑可愛定點樣？而家温遠沉曬嘅喂。誒，個個班主任嘅體驗都唔同。阿陽要唱歌。阿哥，阿哥。兒童豬，兒童豬，是好歌。我校飞升下二，化被四方。儿童猪，儿童猪，红是好光。我校飞升下二，化被四方。講都係噶嘛，豬係咩嚟㗎？佢全部古文嚟㗎咯，係一隻 IV。哇！哇！你超佢哇！哇！哇！英文默書四星連珠。我英文默書係從來冇合格過。佢咩真係？佢播啲 rap 俾你。我由初中開始已經開咗竅啦，你明唔明啊？我中文咧，我係油炒。你中文喎、啊？你中文試有分三次嘅，咁你第一次我記得係攞九十分，跟住第二次攞六十分，咁拉埋除三都合格。咁我第三次就冇温習。哇！你係計住嚟學習嗰啲嚟喎，好辛苦、啊。咁但係你而家就五十七點幾，你咪計錯咗。係啊，呢個應該係之前冇計數，跟住次次都唔合格嗰啲咯。發現咧要分散你嘅注意力，你唔可以每次都温習，你要一次好用功，然後一次放鬆，咁樣先可以 balance 翻。你五十幾分，你即係你第三次係零分嘅，你一定要係咁樣先係。係你依家飲嚟啦，飲嚟啦，四年已經開始化妝啦。行畢業典禮嗰陣，每人一張濕紙巾，寫咗濕紙巾。個收女係咪捽捽甩佢？捽甩佢？捽甩。你會慢慢見到啲缺席嘅數咧越嚟越多啊！哇，缺席次數你搞咩啊？三十一次，你呢啲仲過分？你有啲過分。我明呢個係咩意思啊？係一個學生嘅維度嘅提升啊！即係咧，你維度低嘅話，你就講要讀書，唔係咧，哎呀死啦，遲到啦，要讀書，信號唔識就唔聽，跟住個維度提升啊！遲到咪走咯，你又唔會留我班，我哋畢到業嘅，你個維度唔提升，你就唔識得咁話。我睇完之後啲後悔。我考第二喎，第二啊，第二啊，獎第一。唔係，但我應該冇機會食嘅，因為咧呢個遊戲係用智力噶嘛。我以前小學曾經考過第一，但係佢音樂唔高分喎，私家咁嘅啫。我其實我喺高三嘅時候咧先開始自學吉他，所以我冇咩完全對音樂冇興趣嘅。眼鏡我人生最失敗的眼鏡，我覺得好撈核突，但係咧嗰陣時我開始爬龍舟，我特登帶住嚟爬，跟住爬跌咗落去，哎呀跌咗咯，跟住買副真嘅。我聽講阿梁子榕有一個師兄咧，咁就話阿龍咧嗰段時間係成日俾人 bully 嘅，係咪？嚇！又俾人唔係啊？你俾人師兄啊？邊個師兄屈佢？阿醒啊！話佢俾人剝褲啊嗰啲嘅，唔係佢剝我褲。我哋嗰時有玩呢個戲劇啊，唔係我哋玩互相恐嚇遊戲。我隻杯鴿就咁嚟噶，點樣咧？喂，我哋熱身啊，大家熱身啊，跟住你互相恐嚇機嚟到一個位到佢咯。咩料啊！一嘢爬咗張台，跟一嘢啪跌咗我只腳度。你有冇我係痛到咧？我啲眼淚係自己流出嚟，跟住只鞋開始有血。跟住啊！請問佢，阿請問佢點啊？你有冇事啊？跟住阿龍咁，我係肚餓。我食個豬扒。跟住佢最搞笑就買咗個豬扒包俾我食。跟住佢就走咗。跟住咧就個阿 Sir 車到call 白車外山頂。係啊！而家龍，我聽講佢阿龍俾人孤立到剝咗。條褲要跑出操場攞翻條褲，就係佢咯。班制乒乓球賽季軍，真係乒乓球會。我以中學校長嘅名義教你乜嘢叫做乒乓
有認有認證啊！終於有特殊潛質咩嘢？露蛋啊！露蛋啊！我係其實高三咧第二段我係考第一，因為咧我嗰間學校嗰陣時咧。好簡單，我自己覺得簡單，因為我所有嘅考試啊，差唔多係前一晚咁得閒温一温。我睇睇佢同班同學點樣解釋呢單嘢，唔容易嘅。我哋下一個就係你啦。唔係呢個樣子都真係俾人蝦嘅，係咁唔合格，我電腦唔合格。哇！你電腦上行網啊，就係應該唔識上。專人唔專啊？好多嘢喎！我同嗰啲幫人影證件相嘅鋪頭講，你哋可唔可以做個好心，專心少少，唔好破壞咁多人嘅美好回憶。我唔敢攞呢張相俾大家睇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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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赞美赞美主耶稣大恩赐，用主名设校与奥，教育学知寻求知识，熟悉知识气源泉，为耶稣是普天山的奥秘，人创的智慧超乎万有。时与未效法至生命模式，同相相尘外师友共扶持，共扶持，共扶持。我发现大家超犀利咯，我读书唔叻噶，初三，系啊，大家帮我数星星。嗰阵时系劲努力，劲努力，劲努力，先至可以攞到十五名咯。哇，咁你真系六十七分十五名。平平嚟讲，佢综合综合啲嘢，其实都系啊，惊平都几难噶，系历史名。佢都有啲鬼鬼地，唔係一定係朝早影嘅，有啲腫。俾你六十幾分平均分，我哋學校同你哋學校唔一樣噶啲嘢。你哋係咪五十分合格？依家咩學校啊？成績唔係我數學噶，我數學你睇下。是咁炒啊，差啲唔係啊！叻嘅人係炒數學噶，同你講。係咩？我一先炒數學都唔合格噶。你攞翻去咁同阿媽講啊！我一先屎不開花。哇！嚟嚟嚟嚟，睇相。哇！發覺發覺大家都係喺初三到高一嗰陣開始轉變嘅。開始變化。係啊，每個都係。哇！你有走啦？曬糖。你而家有冇乜樣？有啊有有啲有有有啊有。哇！考第五喎，最勁嗰個考第七個都。應該冇人差得過我咯。哇！幾靚仔，幾靚仔喎！賣餅喎你。咩十三 J 啊？咩叫十三 J 啊？係咩？呢個十四 J 啊？缺席。見到幾多個 J 就幾多個缺席咯。呢就係缺席啦。即係你埋到數就有請足假咯。要埋數啊！明唔明？見到十二次咁，我就係請咗九次假咯。哇！哦，點十四個？嗱，我初二嗱，其實好少嘅啫，十四個啫。初二咧，最多一人可以有27。七個缺點，我初二咧試過攞25個缺點，欠交功課咪多一次缺點還是先？五次就一個缺點，我就攞咗25次，即係嗰啲係冇人可以救啊！我以前好多日就係喺山頂度過咯。我覺得呢個你可以計翻你係幾多日就係山頂。係啊，呢個你數埋咗幾多日去山頂度過。你山頂過你山頂你係用咩病去攞醫生紙啊？世界佢見到你就會寫俾你。好嘢！喂，你咁嘅病歷擺邊保唔保你啊？啊，你知唔知㗎？邊個嚟㗎？我啲草行係唔係話好高，因為我太嘈啦，喺個班裏面。而家都係，但我係做班長嘅。我係六年班到高三去做班長。你睇埋後面嗰啲就知點解去做班長。好，初二第二個樣，準備。邊個嚟㗎？同啱啱嗰個都有啲唔同噶咯喎，你特工嚟噶？哇！呢個七千近呢個，都有名次噶咯喎。嗱，哇！第一名，第二名，第一名啊！你先學霸，唔好再話我蠢啦！哇！終於都出現第一名啦！唔係真係天生勁嗰啲咯，即係我係後天好努力温習。可能我學校平均的水平就對比聖心他們那些，所以你想想我是26個人裡面第一，從你四十幾個人裡面都是第一的，都是第一的，都是。我有100分，我體育啊，大家我很喜歡做運動，歡迎大家我都做運動。我要講一講先，我找不回那些中學成績表，所以這個是一個全我中學6年的一個，他用英文字母去表達回去
中學的一啲成績咯。點樣同大家講翻就係呢個初一到高三嗰啲成績啦。一次過，一次過咯。其實佢好 waffly 嘅，因為佢都係讀商科啊。唔係，我哋冇商科嘅。文科。佢整呢個欄出嚟係畢咗業之後，隔多幾年先有呢個。整出嚟係從來都冇填過任何嘢上去㗎，係真係我畢咗業大概三四年之後，佢先有呢一個經濟同會計咯。佢預計將會開呢幾個班。我而家咧讀呢一個精英班，所以咧啲成績咧就好鬼差，因為佢哋全部都教啲嘢特別難啲。高三咧我就跳出嚟自己讀文科班啦。文科咧就同其他同學仔爭咧，咁就即係我呢度冇蛇啦。但我係咁多年咧都係平平浮浮沉沉啦。但係高三就攞第一咯，文科第一畢業咯。哇！跟住最尾碌落去拉翻雲，有個 B 都叫做80-89都 OK 嘅，因為我記得啲平均分都大概80-85之間嘅。我估唔到咧，大家個成績咧都幾高喎。我哋都係精英咯。係啊，大家都係精英。今日咧，我哋就做埋呢個成績表啦，即係俾大家睇下我哋嘅成績啦。下次有啲咩又想我哋拍咧，又留言俾大雄。拍下一條片之前，一齊去 book 身體檢查，之後攞驗身報告俾大家。開名嘅，大家開名嘅，五個先。即係腎指數偏高嘅。除咗驗身報告，仲有啲咩有興趣嘅咧？就留言話俾我哋知。好，好啦。中意呢個成績表嘅咧，就記得 like、share、subscribe。下條馬加油嘅呢啲分享片，再見，再見。